action. Yes.沙发上休息。 不用，我可以。爸，但是你除了坐在这里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做吧？不是，那是我还没开始呢。哎，我可以帮你弄那个咖啡豆，然后你去弄吐司，好吧？ 真的不用吗？小豆，可逃不过我的眼睛。
猪宝贝，你叫我。猪宝贝，嗯，你说我们要是能像鸟一样会飞该多好啊！哎，如果会飞的话，你想去哪儿？有你的地方。嗯，谁啊？我。猪宝贝。我给你做了早餐，谢谢。那你喂我。啊，好吗？嗯。哇，被莹莹吓得都疑神疑鬼了。我一会儿说说他。嗯，你别说，他就是小孩儿，闹着玩的。不过以后我们要是想过二人世界，就真的不能在家里了。对了，猪宝贝，嗯，你和我还没有正式约过会呢，对不对？不行，那你一定要正式的约我一次，好不好？正式的约会？嗯，那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了，你可要好好想想。嗯嗯，好。哎，来湖边还穿高跟鞋啊？我不是第一次跟你约会，想要美美的意思吗？啊！小鸟吧，小鸟，你自由啦。感到厌倦，到时候你也向往自由，
飞走了。他着急飞走，是因为想要回家，而你是我未来的妻子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饿了，嗯，那我去做宵夜。那我，哎，你就睡会儿吧。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没想到你的厨艺可以啊。嗯，香。那我就要开动了，吃饭吧。怎么停电了？稍等。我就开动了。要不要吃一点宵夜啊？什么？我想起了医院那天晚上。某人现在还能想起那么久之前的事儿，说明那天晚上让你印象很深嘛。有流星，快快快快许愿，快！那是飞机，好吧？
我不管，那又要许愿，快。希望我的周宝贝能永远爱我疼我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
冷吗？不冷。哇，来，到了到了，谢谢谢谢。爷爷爷爷，我要坐这儿。小月，坐我这儿。哇，老师比我们多个煮鸡蛋，真是。周教授这么辛苦，比我们多吃一个煮鸡蛋，怎么了？就是就是，你吃吧。啊，我不吃。我不饿。老师，我饿，我饿。你饿啥呀？老师，吃你。你可真是宠妻狂魔啊，难怪能追到师母。是啊，想不到周教授还有这么温柔体贴的一面。嗯，看见没，小优，咱老师是高手啊，跟老师多学着点啊。嗯，就是。小月，我也不饿。要不你吃了我这份吧。谁先吃你的？来，喝点姜汤，别着凉了。嗯，谢谢周宝贝。再受伤的话，可能就要变成习惯性扭伤了。以后尽量别穿高跟鞋了。那可不行，收集高跟鞋是我的爱好。再说了，我穿高跟鞋不是最好看吗？那尽量减少。嗯。大姨，你留着吧，山里晚上冷，睡觉压一压被角。嗯，那你上哪睡啊？我和小瑶他们对付一晚上就行了。嗯。贝贝。嗯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那我打开了。嗯。哇，好漂亮的翡翠耳钉啊！喜欢吗？嗯，当然喜欢了。那我帮你戴上吧。好。会疼吗？不疼。好看吗？非常好看。哎，周宝贝，你为什么突然送我礼物啊？早就想把它给你了。那你怎么现在才给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所以一拖再拖，直到昨天晚上。唉，我怕我再没有机会把它给你了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你知道就好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这么吓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周宝贝，你一会儿上班的时候可要认真工作，千万不要想我啊。嗯，好。啊，你就真的不想我了？不是，啊，到底想不想我？我想不想我？想。嗯，嗯，就这样了。要不然你还想怎样？you
了反例。你耍我，你太坏了！哎，腿当心啊！我才不当心呢！你别走，快背我！慢点腿，跳着模样扎到你。好，你还走？你快背我！来，走开！抓我！你欺负我是不是？啊！真的要走了。嗯，婷婷，婷婷，我。对不起，我来是想说，昨天是我不懂事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这里太高，我恐高。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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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了，晕了晕了。下来吧。你勤俭持家，特奖香吻一个。我的猪宝贝给了我重要的东西，我也要送给你一个礼物。你等我一下。你的礼物我收下了。我的这个是小时候妈妈给我的，你的是我妈从庙里求来的，他们是一对儿。我妈怎么没有告诉过我呀？说明很久之前我们就有联系了，奇妙吧。
好想好想，心跳的好快。周宝贝，你心跳的也很快。还好有你在。来，乖乖的张嘴，这是给我周宝贝的奖励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在试戏的时候，我就是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戏，让导演赞不绝口。如果这部戏成功了，就是我苏金梅的转型之作，我厉不厉害？嗯，我要奖励。什么奖励啊？我为你动了心，动了情，我要你情债肉偿。你确定？没问题。什么？肉肠啊！我不要。